让我们一起来先恭敬清念三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以及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尊敬的各位大德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学习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德尊普贤第二品，我们接着来看，请看经文第六页第四行第二句开始。列魔见网解诸前薄，远超声闻辟之佛地。这个列魔见网，我们问什么是魔呢？这个魔不是指外面那个妖魔鬼怪，这个魔是讲折磨。我们身心有痛苦，有烦恼，好苦啊！这个就是折磨。这个折磨好可怕，所以梁武帝过去啊，将这个磨字下面那个石头的石啊，就改成鬼怪那个鬼。这个折磨是比鬼怪妖魔重要可怕。这个魔何以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主要就是这个见字。魔见，这个见是什么呢？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想法看法，这些使到我们呢会遭受折磨，而且这种错误的看法见解很多很多，好像一个网一样把我们罩住，我们挣脱不出来。所以佛菩萨在这里为我们示现列魔见网，就是要破除我们自己的错误见解，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那个想法、看法错误的，要把它纠正过来，这叫做列魔见网。一定要以佛陀教诲作为我们的标准，我们不可以相信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自己的意思一定是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你未成正觉。佛教导我们，如果你未证得阿罗汉果之前，你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为什么呢？你未成正觉之前，
嗰啲睇法、諗法、見解都係不正。下面解諸纏駁，這個纏駁就是指煩惱。前面那個魔見是見惑，這裡說的纏駁是思惑，煩惱思惑。一般來說，我們的纏駁，纏有八種，薄有三种，所谓百前三薄。咁百前第一种系无惭，第二种系无愧，即系冇惭愧心。呢个系烦恼。你谂下，如果人冇惭愧心啦，佢可能系无恶不作，咩嘢事都做得出嚟。这个惭是受自己良心的责备。所以能够自惭，做了错事内心不安，受到良心谴责，这个人还有救。为什么呢？良心还在，未失去。如果做了恶事，竟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一啲惭愧心都冇嘅呢种人啊，叫做丧尽天良。咁嗰个果报就好可怕。这个愧，愧就系对别人嘅批评、谴责，我哋内心咧觉得好羞愧。即是冇面见人，做了恶事觉得呢真是好羞愧，这个就是愧。所以惭愧是善心所，一个人有惭愧他说明呢能够回头。第三个前就是嫉妒，嫉妒，这个嫉妒心，凡人都会多多少少有，它是与生俱来的烦恼。人天生就会有傲慢，总觉得自己比人高，看到人家比自己高，那个心就放不下，他就会产生嫉妒，不希望人家超过自己，希望自己永远是最高的。这个傲慢和嫉妒是好像姐妹一样在一起。有了这个嫉妒心，对我们的道业之妨碍是很大很大，就会做出无量的罪业，所受的果报就会很惨烈。第四层是悭吝，即是吝啬，不舍得，这个又是从贪的烦恼里面分出来。自己所拥有的财物不肯拿出来布施，自己有的才华不肯教导别人，这个都是悭啬，悭吝。第五个是恶作，即是做恶事，一切的不善的、不顺利的行为，这个就叫做恶作。
第六种呢是睡眠。睡眠都是烦恼啊，是的。啊，如果我们睡眠睡得太睡得太多啊，人精神提不起来。啊，贪睡的人啊，什么事都做不成。啊，世出世间法，要成就都要精进努力啊。啊，如果一个人贪睡啊，一日啊瞓个十个钟头，你谂下一日佢能够做到几多嘢啦？啊，呢、这个睡眠系人啊冇办法，有呢个报身啊，佢一定要休息。啊，我自己就感觉得，我想精进修学啊，哎呀，呢、这个身体障碍住，佢、到晚黑佢就要休息啦。啊，你想精进？那个精神都提不起来。你人你看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花费在这个睡眠上面。真的很可惜。所以睡眠尽量能够少一点。你的时间就能够多一点。你做什么都要有这个时间的投入。尤其是学佛，要抌时间落去，要长时分修啊。咁我哋点样能够减少我哋睡眠？能够勇猛精进呢？最紧要啊，我哋心要清净，因为睡眠系我哋精神嘅补充。这个没精神了，不能不睡眠。但是精神耗费在哪里上面呢？在我们的妄念。一日到黑胡思乱想。这个呢精神耗费得最多。所以就要有很多睡眠去补充。如果我们心清静下来，不要想那么多东西，其实有什么好想呢？一切事一切事都是有因果，想都没用，该来的它就会来，不该来的想都来不到，何必要花那些心思呢？不如将心思摆在念阿弥陀佛上，心清净，那你睡眠自然就减少。如果真正有功夫的人，一日念佛24个钟头都不间断，他得念佛三昧，这种人不需要睡眠。我就曾经见过这样的人，长春八角兴隆寺的长慧法师，常慧法师，他就是不用睡眠，晚黑稍微这个坐一坐念下阿弥陀佛，精神就恢复。平时一日到黑佛号不间断。咁仲有一个睡眠呢，尽量要按照健康的作息。增加这个睡眠的效率。这个效率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完成恢复精神的这个效果。那就一定要早睡早起。香港人有一个毛病，普遍来讲睡得太晏。可能一两点钟都不睡的大有人在。这个是很伤身体。因为晚黑11点钟以后到三点钟是肝胆经最旺的时候。肝和胆这个两个经开的时候呢，一定要睡眠，能够帮助肝胆的代谢。
人瞓喺嗰度嘅血咧就归到肝里边，啊，肝系藏血嘅，所以嗰时候睡眠一个钟等于两个钟，啊，效率会好高。如果错过呢段时间，啊，你一点钟、两点钟都唔瞓觉嘅，咁嗰个肝胆经啊就受损啦。第二日朝早你觉得好冇精神，好疲倦。就算你瞓到第二朝早十一点钟啊，你都觉得补唔翻。点解呢？因为伤咗筋，伤咗呢个胆同埋肝啊。所以睡眠嘅时间啊可以缩短，但效率一定要提高啊。早睡早起啊，朝早呢能够五点钟起床啊最好。当然越早越好，啊，这个寺院里面三点钟就起床，其实是最符合健康规律的，啊，九点钟睡，三点钟起床，六个钟头够晒精神，啊，当然这个对香港人来讲可能根本做不到，好像我们马讲经都讲到九点几了，啊，就是你回去，啊，洗一下整一下，那你就十一点钟睡，不要超过11点钟睡，这个是健康之道，啊，你宁愿说晚黑做要做事，不如提到第二天早来做，啊，反正一天都是24个钟头，看你怎么安排的嘛，啊，你没理由说晚黑做事多了你就26个钟头了，啊，不可能，你就干脆把晚黑所做的事移到明天早上早点起床来做，效率更高，啊，睡眠这个是第六个烦恼。第七个潜呢就是吊举。吊举的意思就是心里面妄念很多，啊，心定不下来，胡思乱想，啊，停不下来。特别呢我们念佛念经的时候就很容易觉察出来。啊，平时你唔觉，一到念佛嘅时候，哇，那个心七上八下，啊，翻江倒海，啊，有啲人就觉，哎呀，我唔敢念佛啦，一念佛咧，嗰啲胡思乱想啊，根本控制唔住，啊，妄念太多啦，啊，唔念佛仲冇咁多妄念，啊，我同佢讲话，呢个唔系你嘅念佛念出咁多妄念嚟嘅。是你平时就咁多妄念啊，不过你平时你唔觉察啊，你个心太乱啊。等到你念佛念经嘅时候，你个心静落嚟啦，哇，你就发现呢原来咁多妄念。所以唔念佛点得啊，啊，觉察咗之后你要去降服呢啲妄念。唔好理呢啲妄念，把你个心专注喺读经念佛上。慢慢妄念就减少。第八种潜呢就是分沉。分沉。分沉就是，提不起精神。中眼瞓。这个特别呢在念佛堂里面一到止静的时候，大家坐下来念佛了。坐冇几分钟就听见鼻鼾声，啊，这个是昏沉都好犀利，有时啊讲经堂里面都有呢种现象，听法师讲经，法师喺上面讲到好辛苦，下面咧瞓得好舒服，啊，呢种现象都会有，这个系咩呢？提唔起精神，所以我哋要把精神振作起身，念生死苦啊，念六道轮回的可怕，念我们今日能够遇到佛法，遇到净土法门啊，相当不容易，真是八千万劫难遭遇，你就提起警觉心，勇猛精进，克服自己的分沉。
这个叫做八种啊，潜伏啊，潜八种，使到我哋不能得自在啊。咁三伏咧就系三种啊，潜伏，好似条绳绑住我哋，亦都使到我哋不能自在啊。三伏就系咩咧？三毒烦恼，贪嗔痴。三毒啊，咁我哋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喺日常生活中呢、这个八前三薄啊，自己有冇啊？多唔多？可能啊，呢、这个八前三薄啊，通通具足啊，一条都冇少咯。咁我哋就会不能得自在啦，所以一定要通过修行把呢个八前三薄啊解除啊，所以啊呢度经常讲话解诸前薄。咁我哋念佛人用念阿弥陀佛来解诸缠缚，当我们遇到这些缠缚的时候，提起一句阿弥陀佛，以最至诚恭敬的心，好像阿弥陀佛就在我自己面前，一心去念这句阿弥陀佛，至诚心念佛一声，可以消灭八十亿劫的生死重罪所以消罪业用什么方法最好念阿弥陀佛但是这个念一定要以至诚恭敬心来念不能够有夹杂有妄想念一句就是一句的功德念十句就是十句的功德如果我哋念阿弥陀佛，一边念仲一边打妄想，一日念十万句都冇用，这个是古人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冇用啊！你念佛一定要将妄想念出去，有妄想的时候点办呢？千祈唔好谂，哎呀，我依家咁多妄想我要去克制妄想。你咁一谂，又多一个妄想。所以念佛嗰时候祖师大德叫我哋妄想唔好要去除。你想要去除妄想嘅时候，去咗一个，添咗两个。你睇下，我要断妄想，这个就系妄想。所以点办呢？唔好理佢，将你嘅注意力集中喺佛号上面，集中精神听自己念佛，一句一句佛号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个时候就冇妄想。你自己听唔到你自己念佛啦，就证明你依家咧打紧妄想。听经都是一样，你听不到我讲经了，我在这讲你都听不到了，说明你在这打妄想一样道理读经也是一样，读经都是秘诀，就是自己听到自己念好清楚，不会念漏，不会念错。那我们师父说，对于初学的人，念经的效果比念佛好。点解呢？因为念经如果你打妄想嗰时候就会念错念唔落去啦，你就停喺嗰度。呢个时候呢，你就知道自己打紧妄想咁就重新嚟过所以念经帮助我哋观照觉察出自己有冇妄想。有妄想嗰时候，即刻要把注意力放喺经文上，唔好理嗰个妄想。你唔理妄想，妄想自自然然就消除。
越理佢就越多。这个是秘诀。下面一句经文说，远超声闻辟支佛地。声闻是讲小乘四果阿罗汉。辟支佛这个是梵文。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圆觉。辟支是圆，佛是觉，圆觉。咁圆觉呢又叫做中乘。所以呢个都系叫二乘，小乘同埋中乘，即系声闻同埋辟支佛。辟支佛系听佛讲十二因缘而证果。声闻呢系听佛讲四谛，所谓苦集灭道这四谛，即是四种真理，他觉悟的。但是辟支佛即是圆觉呢比阿罗汉要聪明。当佛不在世的时候，辟支佛呢他有能力观察这个宇宙万事万物，他能够觉悟，他自己觉悟，这样他叫做独觉，自己觉悟。那这些小乘的人修学正得第一个果位是初果须陀洹，正得这个初果之后，他就正得位不退了。在六道当中他不会再退转到三恶道。他会在人天两道修行。在人天里面七次往来，他就能够正得四个阿罗汉，就出三界。但出了三界之后入了四圣法界。所谓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圣法界，都不算是真正的开悟。真正开悟是见性，见性就超越四圣法界了。至少最基本的那个果位是圆教初住菩萨，发生大事。发生大事有四十一个位次。咁呢个经里面所讲嘅呢啲大菩萨，佢哋嘅果位係地上嘅菩萨。比初住要高好多。你睇下十住、十行、十回向先到十地。他们是十地的菩萨。那你说是不是远超过小乘阿罗汉辟支佛呢？辟支佛尚且还在四圣法界。所以这些菩萨的智慧、能力、神通要远远超过他们。下面我们再看经文。入空无相无愿法门，这个是讲菩萨他自己的成就。空无相无愿这三个法通大小乘，小乘有空无相无愿，大乘也有空无相无愿，但境界就完全不同。大乘菩萨智慧比小乘高得太多了。这个法门的门就好像我们讲堂，如果有三个门，你从哪个门入都可以入到来，入到来就一样。每一个人他的根性不相同，
所以佢入嘅门都唔同。有啲人咧由空门入，啊，佢入空门系点咧？一切法空，知道啊，所有嘅宇宙人生嘅现象啊，当体即空。啊，但系入呢个空门唔可以着空相。如果着咗空相啊，呢个门就入唔到啦。点解咧？仲未空啊？啊，阿罗汉佢哋就系咁样个问题。佢哋咧知道一切法空，但系佢哋住喺呢个空门当中，着咗空相啊，不能够发心啊嚟普度众生啊，所以佢哋未真正入空门，即系未证得自性。有啲人咧就从无相呢个门入啊，无相系讲啊，一切宇宙嘅现象啊，啊呢个系相啊，咁无相唔系话佢真系冇，系有，我哋见到啊，啊万事万物摆喺我哋面前，呢啲相系咩咧？假相，唔系真相。所有嘅相都系因缘所生啊，所以叫做假相，佢冇自体啊。你能够不执着呢个相，你知道佢系假嘅，你就唔受佢嘅障碍啊。好似前面一栋墙，你知道佢系假相啊，你可以自由出入穿墙啊。那个阿罗汉有呢种能力啊，我哋凡夫冇呢个能力啊，冲过去嗰时撞亲个头啊，点解咧？因为你把呢个墙啊当成系真噶啦，执着佢啦啊，你把佢当成真嘅，佢就系真噶啦啊，呢、这个身体亦系真的啊，所以两个咧就不能够啊相入。阿罗汉知道身又系假嘅，墙又系假嘅。啊，可以自由出入啊！呢啲事情确实系有啊。呢、这个圆英法师系近代啊一位大德，佢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啊，当任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嘅会长啊，一生专研《楞严经》。咁佢喺呢个《楞严经》嘅讲义里面啊，佢自己喺序文嗰度咧讲咗自己一个故事，话有一日佢喺度屋企呢个房间啊打坐啊，心好清静啊，结果咧打坐嘅过程中突然间起咗个妄念啊，谂到哎呀，我有啲咩事冇办啊，好紧急，就即刻咧从座位下面上面落嚟啊。就急急脚咁样出门啊，要去办事。结果咧出咗门之后，佢突然间一谂，咦，头先我点出嚟啊？啊，我嗰个关房嘅门系锁住嘅，点解我会出到嚟嘅？啊，然后转头翻去睇，那个门果然系锁住，佢入唔到去啦。啊，所以呢个系咩咧？啊，佢喺出嚟嗰一刹那。心里面任何念头都没有，他没有把这个墙这个门当成真的，所以他一出来就出来了，结果后来出来之后就有这个执着了，哎呀有个门在那里，所以入不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放下对一切相的执着，那这些相就不对我们产生障碍。第三个门是无怨，无怨又叫做无作，即是无作为。佛菩萨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度众生，他们心里面有没有想想他有所作为呢？无作而作，
作而不作。道众生是非常之努力，非常之精进，但是呢心里面绝对不着这个相。好像法师讲经，他不会想，哎呀，我在这里讲经，你看有这个念头着了我相，所讲的经呢是法相，我执法执都齐了，这样就心就不清净，所以要把我执法执都放下，这样才能够入无怨无作法门。咁呢个空无相无怨，分别系从体相用三方面嚟讲。空系讲自性，讲个体本体；无相系讲相，相系假相；无怨呢就系作用上面讲。我哋再睇下面经文。善立方便显示三乘，这个善啊是善巧，方便是度众生的这个方法很巧妙。法菩萨心清净，清净心中一法不立，那他何以又建立三乘法呢？显示三乘，这个三乘是指声闻缘觉菩萨三乘法。这三乘是在众生的角度上建立的，众生需要，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所以用三乘法来度他们。有些人是声闻的根性，就要用小乘，有些人是缘觉的根性，要用中乘，有些人是菩萨的根性，就用大乘，但是真正佛菩萨心里面有没有这三乘？没有这个念头，不单止没有三乘，连一乘都没有。法华经里面讲话，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即是没有二乘亦没有三乘，唯有一佛乘。但是如果你着了一佛乘的相，那个心还是不清净，所以这些大菩萨他们真正善巧方便，心空无相无怨，但是呢在度众生方面呢就善巧方便建立三乘法门，真真正正叫做随众生心现所知量，说法度众生好自在。咁呢个系讲到第七相转法轮相，就讲到呢度。咁呢个八相成道这个经文仲喺度介绍紧八相成道第八相最后一相系是涅槃入涅槃啦。我哋睇经文。于此中下而现灭道，这个灭道就是涅槃。一般世间人说佛灭道了，即是过世了，好像凡人死了一样。其实呢这个是中下根性的人他才有这种想法。佛菩萨呢也都很慈悲，你是这样想他就这样示意。因为如果他不灭道，凡人觉得很奇怪，这个人竟然可以不死，他觉得很神奇，说这个不是我们凡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他不敢跟你学。所以佛菩萨来这个世间所示现的一切的现象都是随顺
凡夫嘅嗰个境界，啊，使到你能够理解，能够接受。啊，但系咧呢种示现啊，系对中下根性，于此中下而厌灭道啊。啊，呢个中下，中下根人，啊，因为佢哋心里边有生死嘅观念。啊，凡人都有生老病死。啊，凡系一切物咧，都有成住坏空，有生灭嘅念头。所以佛亦也是咁样而示现。但系对上根嘅人啊，佛就唔需要咁示现。因为点解咧？上根人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啊，冇生死嘅。啊，佛点会话真正有灭道呢？有灭道咪说明佢有生死啊，佢早就超越生死啦。所以下面嘅经文就系对于啊，这个于此中下而厌灭道嘅注解啊，我哋睇经文。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及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花严三昧，具足总持八千三昧，住心禅定，识到无量诸佛于一念境，遍游一切佛土。呢度就讲得好清楚，佛有没有生灭啊？没有啊。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啊，所以他哪会说真正有灭道呢？啊，这个是他的真正的境界啊，无生无灭就是不生不灭啊，这个讲他的法身啊，他的应化身释迦牟尼佛是寿八十岁，在这个世间八十年是他的应化身。应化身是示现给那些中下根人看，是有灭道。上根人呢，他看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法身，所以知道佛没有生死。这个三摩地是梵语，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呢，是正受，即正常的享受。啊，凡人的享受不正常。啊，不要以为你很懂享受，那个不是正常享受。啊，为什么呢？凡人的享受啊，概括起身就是五种。啊，喜乐忧喜舍五种。心有喜乐的感受，啊，这个忧喜啊，苦乐忧喜舍啊，身体有苦乐的感受，心呢有忧喜的感受，啊，有苦乐有忧喜，这个是相对的，啊，这些受都不叫做正常的享受。要把苦乐和忧喜这相对的这些感受啊放下了，那就叫做舍受。这个是高级的凡夫啊，他得到这种受。好像禅定天人啊，他有这个舍受。但是呢，这个舍受不能够保持长久。如果能够保持长久啊，这个受就叫做三摩地。啊，就是三昧的意思，啊，永远都不会有相对的那种苦乐忧喜，啊，安住在清净的法身当中。所以啊，这些菩萨他们都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说明他们都不是普通人，都是法身大士。从果向因啊，
我哋话道家慈航嚟度化众生。所谓众生有感啊，佢就有应。咁喺呢个世间事缘，寿命嘅长短啊，都系睇众生嘅缘分，唔系在于佢，系在于众生。众生同佢有缘，佢就喺呢个世间住世。如果众生同佢冇缘啦，佛都唔度冇缘之人，佢就会离开世间，就要示现灭道啦。啊，正所谓啊，有缘则现啊，无缘则隐啊，隐呢个隐去啦。啊，而佢自己永远系处在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嘅法身当中。呢个境界，大乘嘅境界。啊，我哋睇读《论语》，孔子曾经对颜回啊讲过咁嘅说话。啊，颜回系孔子最得意嘅弟子。啊，孔子对佢话：用之则行啊，舍之则藏。为我与尔有是乎？啊，即系孔子同颜回两个人有呢种境界，啊，唯有佢哋两个。啊，咩境界？用之则行。啊，如果你用我嘅时候，我就出嚟做事。啊，舍之则藏。如果你唔用我，你舍去我啦，啊，我就匿埋啦，啊，我就唔会出嚟啦。哇，做一个隐士，隐居起来。啊，咁呢啲大菩萨当然绝对系超过孔子同颜回嘅境界。啊，佢嚟呢个世间同埋离开世间无不自在。啊，完全睇众生啊，佢哋嘅嗰个需求。自己呢一啲意思都冇。佢唔会有意思话我要嚟度众生。我要嚟做事。有个我字，有个呢个我要做咩事嘅时候，呢个系凡夫啊，未入圣人嘅境界。我曾经就系喺呢方面嗰个思想出唔到嚟。我喺前两年啱啱嚟呢个辞咗职之后，跟师傅学法，我就好希望咧能够揾一个好安静嘅地方闭关修行念佛，希望能够早日念佛翻味啊，将能够可以出嚟度众生啊。所以我同师傅申请可唔可以先去呢个揾个地方闭关。等自己成就了再出来度众生。师父说，如果等你成就了，这个世界都要灭亡了。当时我未听懂。我说，师父，你不是教我们先要成就自己先成就众生的？所以我自己成就了，众生就跟着我可以成就嘛。咁我现在就要先成就自己先了。因为自他不二嘛，成就自己正是成就众生。结果师父话咩呢？冇错，自他不二。咁你成就众生也是成就自己呀。你仲系有二呀，你唔系不二呀。我嗰时听咗好似明白咗。但是慢慢慢慢那时还未真明白，现在才是理解了一点，真正有所悟处。师父老人家他是什么呢？锻炼我放下我执，放下我要做什么。你看这些大菩萨
有缘则现，无缘则隐。佢自己有冇意思啊？有冇要隐定系要现出嚟嘅呢个意思咧？冇，睇众生缘分。你同众生有缘，应当成就众生。你成就众生，咪就系成就自己咯，因为自他不二啊嘛。如果冇缘嗰时候，你就成就自己啊。等众生有缘嗰时候，你就出嚟度众生。啊，咁你喺成就自己嘅时候，你提升境界啦，将来你能够更啊有能力去度化众生。所以成就自己也是成就众生。啊，咁成就边个先？全部睇缘分。啊，唔可以自己要啊，我去计划啊，我要规定自己行边条路。不是这样的。你这样的还是有自己的我执。所以我现在就明白了，一切就听师父安排。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师父劝我讲经，我就坐好出来讲经。不要成日想自己一套，我回去闭关啦，我去念佛啦。念了几年未必能够断烦恼可能念到好多烦恼出来然后一入红尘呢又堕落。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自己要明白我们现在有这个缘分，应当跟老恩师来成就众生。通过成就众生的过程中也成就自己。你能够有这个智慧慈悲不断的增进。可能我真的有这个讲经的因缘其实我自己从来没想过要讲经都是师父不断的启发我走上这条路。以前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师父就劝导我你不要在美国了。你来澳洲啦，我哋建立咗正宗学院，你可以嚟咧同大家一齐修学。于是我就听师傅话，跟住过嚟。过咗嚟之后，师傅就叫我那个啱啱到澳洲就叫我讲课，话你咧喺美国收集咗唔少嗰啲轮回嘅嗰啲案例，你同大家介绍一下。听日咧你就喺摄影棚讲啦。哇！我一听摄影棚，我未去过，未讲过。我讲课咧都系喺讲堂里边对住学生讲呢个可以但系摄影棚对住个摄影机又嗰时又冇人嘅讲唔出嘅反正师傅话锻炼就锻炼啦。当时好认真讲一个钟头，用40个钟头嚟写稿那个稿写完又改完又改卒之完成了。然后上台的时候呢好像不像现在大家还坐在这里听没有人的在摄影棚里面讲对着个摄影机笑又笑不出讲什么好笑的没人反应，所以自己都没有精神，只能够是什么呢一板一眼地去照着那个稿来读所以你睇下我2002年六月份第一次喺摄影棚讲那个神情是非常之严肃所以有啲同修见到我到咗依家啦，你睇下2002年到依家成10年啦佢见到我话哇，你点解睇起身比你2002年仲要年轻嘅？因为嗰时咧。整个神情严肃看起身好老结果后面呢讲完这一次真的不容易讲了这个一个钟国语一个钟，粤语一个钟，英语一个钟，三种语言后面第二次是2003年四月份师傅叫我收集一啲呢个太空物理学里边嘅嗰啲关于整个宇宙
啊呢、这个这个物质嘅呢啲构成啊呢啲咁嘅材料啊，因为师傅讲紧花严经嘛，咁我就以为师傅要用呢啲材料啊，所以我就好啦，我去收集一下啦，啊上网啊去图书馆啊，啊我喺大学教书嘛，啊就比较方便，收集咗一大沓嗰啲资料啊，中文嘅英文嘅啊，攞到师傅嗰度。我以为俾师傅要需要呢啲做教学材料，结果师傅睇都唔睇，话咁样啦，你嚟去讲啦。啊，讲呢啲啊，呢啲太空物理学啊，我学过金融喎，啊，呢根本对呢啲啊唔了解喎，啊，唔紧要，啊，你就翻去咧好好读一读，啊，跟住同我哋做一个心得分享，啊，结合《花严经》嘅教理吓，同埋太空物理学。啊，两个讲一下。啊，《花严经》我又唔熟，啊，太空物理学更又唔熟。哇，叫我两个结合嚟讲，真系啊，呢、这个好艰难啊。但系师傅命令又唔敢违抗啊，啊，只好翻到屋企闭关啊。而且师傅嗌我话过几日上去啊，俾我几日时间。咁我只好啊，几日闭关啦啊。在屋企啊，啊，去钻研呢啲太空物理学啊，加钻研《花严经》啊，写咗一个报告啊，过咗几日上山啊，去净宗学院俾师傅睇啊，咁啊，有啲想请师傅咧啊，同我指导一下啊，师傅睇咗之后啊，好啦，咁样听日。啊！上昼十点到十二点，本来我要讲《花严经》嘅，啊，现场直播嘅，我就唔讲啦。听日由你嚟讲，啊，现场直播，我一听，哇，真系冷汗直飙啊！啊，都唔知即系嗰时候啊，点样过嚟嘅？啊，你谂下，大家十点到十二点等住师傅噶嘛？啊，结果出嚟一个咁嘅人，啊，黄毛小子。啊！大家以为是不是个网路有问题啊？啊！结果咧咁样啊，熬咗落嚟就嗰时候啊，一个钟头都讲唔完啊！嗰啲材料啊，真系只讲咗47分钟啊！两个钟头点办咧？咁我就讲一个钟嘅粤语，讲一个钟嘅国语啊，凑足两个钟头啊！啊！咁之后呢两次咁样嘅训练啊，呢个系高强度训练，特殊训练啊，对于摄影棚呢就冇嗰种畏惧心啊。咁然后慢慢慢慢师傅劝我话啊，你依家可以把宏法利生呢当作你个副业啊。我听见呢个心里面比较踏实一啲啊，副业嘛就唔影响我个正业啊。咁唔好太大影响咧，我仲可以做到嘅。啊，咁就先做下副业先啦。啊，咁啊，一边教书，一边跟师傅啊学经教，同埋咧，有时间就讲下课。结果到咗2006年嘅时候，有一日，啊，师傅咧就我去拜见师傅，啊，师傅同我讲话，你啊，啊。在个大学里面教金融啊，教人哋点赚钱啊，点样去争呢啲利啊，呢、这个唔好啊，啊教人起贪心啊，将来堕地狱啊，啊我一听我点办啊咁样啊，你呢应该把你嘅副业转成正业先得，哦要转成正业啊，咁好啦，咁跟听师傅啦，咁把那个教授嘅工作都辞咗去啦。啊，咁啊，开始话把副业变成正业啦，啊，系咁样一步一步师傅嘅带领啊，行上呢条路，啊，自己啊都系盲扯扯啊，都唔知道点行，啊，所以呢个系咧，都系依家回过头嚟谂啊，啊，真系非常之感恩，啊，亦觉得自己非常之啊荣幸，啊，遇到师傅上人，啊，咁样有呢个恩缘。可以咧，学习讲经，啊，将来能够啊为宏法利生啊
出一啲力啊，都系我哋无上嘅功德。所以呢个有呢个因缘，我哋应该做啊，唔应该放弃呢个机会啊，自己谂一套啊。最紧要就系听老师教诲啊，老实听话真干啊，呢个系六字真言啊，大家要记住。